我们这次要去的地方是北方，是北方的英雄，准备战斗了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喜欢战斗。 战斗即将开始，10秒。4、3、2、1，我们走了。为了卡林多而战。哼！我站。 我们必须守住堡垒。 黑暗中的利刃，此仇必报。 我明白了，选择先退，这就是他们的下场。你玩完了，我的能量不够，我会阻止他们。没问题。 圣坛，击败守护者。 天赋。 刚刚做的真好，杀掉那个英雄。
击我们了。选择天赋，我们走吧。明白了。走吧，我说过了，小心背后。我会阻止他们。我的命运由我决定。安静，迅速。瞧瞧，
我会阻止他们。漂亮的一笔秘法暴虐，为我们而战。连杀。我方摧毁了一座堡垒。我的心中。选择天赋，做得好！我们的暴虐魔倒下了。摧毁要塞。这就是他们的下落。招认准备好了。他们应该学到教训。完美的刺杀。这场胜利值得夸耀，由我决定。你的死期到了，我们走吧。遁入暗影，连杀中断。另一座圣坛很快就要启动了，别让敌人得逞。我们是不是该招募佣兵了？我们的盟友有麻烦了，为了辛德雷。守护者，见识你们的决心。可以啊。刚刚做得真好。安静迅速。振作起来，重新奋战。不该是这样的。
准备迎战，敌人派出了轰炮暴虐魔，选择天赋，我们消灭了入侵至高天的暴虐魔，重回战场。没问题。我们是不是该招募佣兵了？贼风格，我们走吧。暗影消散。Vindung, Amor Vell!圣坛的守护者，让暴虐魔消灭我们的敌人。
刚刚做得真好，就是你的监牢。我们走吧，我的刀刃准备好了。我明白了，他们的下场。我明白了。刚刚做得真好。